一套康熙外销时期，在福建这边晚交一号，储水的一套零等杯点，这是大号的零等杯，不是酒盅子。然后呢，是一套残的修复器，用银包的银。这边呢是有一条长冲，用荷花然后包了内外的冲线。然后呢，开光博古花草纹饰，康熙的发色是非常的漂亮。而且胎子都是非常的薄，这么多年的东西，底下一个海国款、法国款，再看一下这个小盘，这种小錾银，中国的一个传统包银錾刻的一个小工艺，用银把上面的这小尖开光的这小尖儿，哎，对吧？都给你錾刻出来，边上一圈的小纹饰，也是开光博古花草的一个小盘，一套的一套的杯碟，看看一下这包银錾刻的工艺，小如意纹，边上錾的小麻点，康熙也是法国款，牛逼，漂亮，真好看，真正的古董，真正的瓷器，牛逼，漂亮。